哦，那咱的台西，咱的福冈影视传播往千千慕容总台耶。好，来，咱的四万九呢，啊，咱的诸位副主委官呢，万官以及呢，来自咱的各地哦，咱就在所有咱的新时代的，在座所有咱的大朋友、小朋友、咱的帅哥美女哦，大家安安大家好，啊，来拍一下捧啊，老累一个哦，谢谢，感谢。 感谢咱姐姐所有咱的好朋友做人不离啊，好哦。当然呢，在咱的舞台上呢，代表着阮的四万九，咱的诸位副主委，管理晚归。在咱的舞台上呢，祝咱姐姐所有咱的好朋友哦，大家伫后路当来手不动，三宝，食好做轻巧。你好，每一工都生活得很快乐哦。咱咧讲正手拍是财，做手拍是你。而且无咧话呢，祝咱姐姐所有咱的诸位身心大点，大家伫后路当在理想，收得来个大太阳哦。当然，咱一梦间呢是咱粮食，个个粮食，体温岁次比之年，农历呢是咱的。 八月二十五日吼，来迎梦间呢，遇到咱姐姐所有咱的随行大典，以及到咱的四万九呢，咱的管理晚会，抱着咱虔诚的心欢喜的心，共同呢要来恭祝，恭祝到咱的四万九呢，咱的玉皇兄弟万寿，三官代代万寿，三三国王万寿，以及到咱的观世音菩萨，来为众神子，一年一度圣诞千秋，一年秋幸寿无疆，谢谢大哥李志啊吼，在咱的舞台上呢，无咧话休息，带动着咱的四万九呢，咱的管理晚会，以及来自咱的国。 今年咱就是说咱的随行大典啦吼，恭祝着咱的四万九，咱的玉皇兄弟、三官大帝、三三国王、观世音菩萨、六种神尊、神威天天、神威灵感、香火天使、圣道会当满天下。同时，伫咱的舞台上，万要来祈求，祈求着咱的四万九呢，六种神尊会当四方来保庇，保庇着咱的国家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保庇着咱罗汉众，随时大典，以及咱所有咱的村民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每一天拢会当来顺顺利利、出门。 在外，拢会当平安顺利，过来甲大太子啦吼。当然，伊梦间呢，真正是感谢着咱姐姐所有咱的好朋友，无少你宝贵时间，大家共同来跟咱的会场。咱做着咱的四万九无限的光彩，伫咱的舞台上呢，嘛要来祈求咱的各种神子，保庇咱姐姐所有咱的天神罗汉众，时时代代。大家庭后路当来满面春风，笑开开，日日健在，好运福气每一间哦，当一直来。有咱姐姐所有咱的好朋友共享盛举，伊梦间咱的生活呢，会当阁是老来滚滚。伫咱的舞台上呢，代表着阮的四万九，咱的管理。 晚会，祝咱姐姐所有咱的好朋友，大家庭后拢会当家庭事业拢会当有交稳啊！吼，再次深深感谢，感谢咱姐姐所有咱的好朋友，大家共同来个参与啦！吼，然后当然呢，伊梦间呢，八团。 来自咱的台西吼，阮的皇家影视传播，伊着阮八团头家呢，阮的阿洪叔来甲帅领吼，啊，阮皇家呢，伊万间有即个机会来甲咱的会场，参咱姐姐所有咱的好朋友皆会熟悉，参咱好朋友呢共同呢来同欢同乐，哇，上届主要要来感谢，感谢咱伊万间呢，阮的独家赞助，也着是阮的请主大哥当处长啦吼，来伊着咱的地主，来自咱的东北村吼，咱的黄董事长。 文贤，咱的董事长哦，阮的文贤哥哥，有伫在线无？感谢阮的文贤兄，哦，独家赞助，即摆要独家赞助，真正有够少的少安尼啦哦。感谢着阮的文贤兄带动庄家好，一家大大细细，特别安排咱的皇家影视传播舞台上留咧滚滚转，留咧平安记。来，今日的会场扣下身份，搭下身旗。伫咱的舞台上呢，嘛要来祈求着咱的吉凶兄弟，三官大帝。 三三国王，关心菩萨，有种神尊会当四方来保庇，保庇着阮的文贤大哥庄家吼，身体健康，食百里，阖家平安大赚钱，做生意会当生意兴隆，通四海，财源滚滚滚落来，求财得财，求利得利，求做生意拢会当大着赚钱的好时机，家家家里钱，大分老细分地，进产以后拢会当卖着咱的好价钱，祝贺着咱的文贤兄，以后拢会当来大丰收啦吼，当然啦，祝贺着阮的文贤兄，家大大细细。 事事顺心，事事如意，出门在外，拢会当来甲趁真侪真侪咱的现金啦吼！来，咱一梦间呢，有咱的舞台上，留咧滚滚精彩，是无？会看到咱的好朋友呢，有个愉快的晚间时刻吼！来，邀请着咱的好朋友哦，将你的正手倒手就换一个啦吼！来，甲阮的文贤兄，来甲拍一下捧啊，感谢一下，好唔好？哎，对，谢谢。 感谢哦，感谢咱的好朋友呢，啊，对着阮的独家赞助，咱的请主大哥当时就一个热情的掌声鼓励，祝福你以后拢当万事皆如意啦吼！当然嘛，代表着阮的皇家影视传播，伊给咱舞台上呢，咱的全体是人员，感恩的文贤兄呢，讲一声谢谢，感谢您吼，感谢你的捧场，你的照顾。
代表着阮的八团头家，阮阿红，祝福恁以后顺利提好包，包包出门在外，拢有咱的好兵来斗相助。祝福着阮的文贤大哥，以后拢咱来事业成功，家庭和乐。每一时间拢咱过了真幸福，佮真快乐。当然无例外，后尾来祝福咱做这所有咱的善事大典。大家以后拢咱来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，佮来个大赚钱啦吼！谢谢，感谢你。来，咱来讲，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啦吼！不但兄，精彩这波要被经营开店之前，按照惯例，来先来干什么？一般跟你上届辛苦，咱的幕后 DJ 老师了哈。一般跟你幕后 DJ 老师呢，不是别人，伊在阮的红家所来个帅念，一百控制人数，电脑呢就是大乐队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刚才我老表面的我们的小鲜肉 DJ 老师哈，一般跟你在的会场当中，所安排老的公布庭上的美努力，为我们的万九岁寿奶奶和朋友呢度过一个愉快的晚间时刻哈，谢谢，感谢你。来，一般跟你在的不难相，但你在咱的主持部门的部分哈，你的小妹小平，当然跟我细管的啦哈，细管的在做服务，细管的在送下菜。如果一般跟你在的不难相，然后讲话视频看他们所在，麻烦你和朋友呢，大家多多海涵原谅，麻烦你和朋友多多给小妹批评指导，不你批评指导。小妹才有更加进步，那一天吼，谢谢，感谢你。来，咱咧讲春的话，我处处开。我红家，我若要看水果的话，一定爱看对阮豪华的舞台上来。舞台上，首先来安排着咱这个高湖南地区非常受欢迎的，人生就水，目睭大大，立身材一级棒，歌声非常迷人吼。来介绍我们的粉红小公主，我们的凯瑜。你咧舞台上呢，先来带动着咱的老的地锅，来安排我们好听的歌曲。